玩吗？这是我的早饭。宝贝们，看看，想跟你们唠两句嗑多难。哎呀，刚才吃饭没给你们录，我的头发包着了。哎，这大宝子出个门啊，7:40多的车，就说妈叼走了，你叼走就行了，你别打扰我就行了。5:30叫的，我说儿啊，你不用，你不就洗个头吗？非得让我5:30叫他。哎呀，5:30闹铃响了，叫他没起，5:40叫他没起。5:50叫那鸡，给我折腾精神了。我说你出个门儿，你给我整精神的。他就怕晚了，就想打提前量。然后我就把头发洗了。哎，等我洗完，他还起来，这头洗头，收拾。上来吧，又叼上来了，宝贝。完了，能看着吗？搁嘴叼着呢，叼这儿来了。你接着妈妈跟你玩啊，是不是？来，还上这儿来，还上这儿来，上这嘎安全。我想说的是，宝贝们，周二早晨好，不要怀疑，没有听错，不用看表，确实是周二。昨天周一有点忙，我到家的时候都5:多了，回来的时候直接取的快递，这不门帘到了吗？嗯，到这一个坐垫，还有一个，哎呀妈，又叼走了！你这一天呢，行啊，你不撞我就行。我说黢黑的，还想给你们开箱。哎呀，就犹豫犹豫，完回来还想躺会儿。我说得了，拉倒吧，明天早上给你们录吧。因为现在吧，我也练出来了。孙女士讲话，她不是出息了吗？就她大姑姐比她还出息。原来要是当天录啊，就照进蹦子急的呢，你知道。现在我感觉我剪片也就是一个多点儿，所以早上给你们录一段，我就上班。等回来的时候，也就是11:40多呀，到家。我要做饭吃饭，假如说录到12:40多啊，一个小时，我剪片儿呢，1:30多就能剪完。哎，我也挺晚哈，又整到2点，我今天我就抓紧吧，就这情况。今天早上时间宽裕，但是我也啥也不收拾了。大宝子一天不搁家，我下午收拾卫生，地也不吸了，就床铺一下就完事儿。哎呀，今天天特别好，一会儿继续洗，扔到洗衣机里我就走。买的那个主食罐一直没给他俩吃，因为也没倒出空给你们录，然后一直喂那个鸡肉条了，特别爱吃啊，还剩一个了。我一共买四个，4个25块钱，我打算给他多买点。然后现在我就给他们喂那零食罐，喂完我就走，中午回来给你们录一段。哎，对，还有一个那个小香香没开呢，这是硅胶的蒸屉，小伙伴就给我推荐嘛。哎，我挑啥可墨迹了。不是说你们跟我说完我不听，宝贝们，我可乖了。但我挑啥磨的？只要有孩儿吃，妈妈就没白买。那老磨大馋鬼咋不吃呢？宝贝们，看这大粉袜子，看不出来啊，太好看了。哎呀，太鲜灵了，是不是？我要好要扭秧歌去。哎呀，稀罕啊，太稀罕了！哎呀，太好看了。露不出来。哎呀，宝贝们，听没听见？洗衣机已经开始工作了，轮那个尿垫呢，才轮上这个，然后好清洗洗衣机。我穿这个鞋嘛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个角吧，看见了吗？这儿。这个尿垫我刚晾上，一看怎么还有合拢呢？它那个都用好几年了，以前能洗掉啊，是不？它这个天数多了，就先这么晾着吧。我做完饭之后拿下来重洗，用刷子刷。进屋啥也不干，先洗脸。哎呀，东北这春风啊，这脸蛋子瞅瞅都呲了红了，快洗碎乎了，一天就三面脸，洗秃了皮了。宝贝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我都买啥了，我就开始做饭了。这个是小碴子，就是小玉米碴、细玉米碴和大米混在一起焖饭好吃。这是全麦面包片儿，看见这个了吗？这是牛腱子，这是上脑。我不说咱家一点肉都没有了吗？特意上我们这大市场，他那个就是卖的多，这一大块上脑。一会儿下午我就要分解了，这是腱子可以酱。然后这是一张豆皮儿，这豆干儿。哎呀妈，来新鲜玩意儿了！我看人都吃这玩意儿嘛，香椿。
我没吃过，宝贝们一次没吃过，不知道什么味儿啊，试试晚上做，晚上大宝回来一起吃。还有那个小芦笋，是不是叫芦笋呢？这个是吗？这都是没吃过的，就茄子土豆吃的多，就这情况。这面是人家送的啊，就我花钱买的，人家给送到家，这个送我根本就拎不动了。宝贝们，我要开始做饭了，还买的菠菜还有荞麦面粉。我不是想试一下新买的硅胶和面垫还有蒸屉吗？我说做几个菜团子，然后看这儿，眼熟不？不是早晨剩的，不是留了半盒奶吗？我又放了一点点咖啡啊，能有我早上喝的三分之一量。哎呀，我放这些水，那点奶，我感觉挺浓的。其实这奶也挺合适，这一盒能当两盒使。不知道谁吹的啊？哎，12:30那个就能录完。宝贝们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12点，好像12:20了吧？我没看着小表，给你们看看。你看，12:21，看看咱们等做完了能多长时间？完了，今天视频又整晚了，我争取快速剪，总整着热乎的，明天就好了。下午这一堆活呢，你没看吗？那个地下那一堆肉都得处理喽。这是泡的海米，这是大海米，不咸，我就是给它清洗了一下，然后切两个虾仁。宝贝们，小伙伴可有意思了，那天说七七呀，你这绿色的你切绿色菜，我怕你切着手。不能啊，没事儿，切菠菜了啊，不要怕，不能切手。这么一看菠菜真不多，我让他给我打捆儿卖给我的，要一大捆儿我瞅着可多了，这焯完真没多少，下次还得是一大捆儿。我先把它在锅里和匀，然后像包饺子似的放盐、海鲜酱油、十三香之类的，不用放太多调料，这鲜味儿就够了。哎呀，挺诱人的，是宝贝们，就是菜少了。宝贝们还得搁点面粉融合，我上次就没放，放一点这个荞麦面粉。这揉面垫挺大呀，我已经用开水烫了，然后我又冲了冲上面。这玩意儿平时收纳就是卷起来，但是不得也得晾干吗？这玩意儿反正就每次用都得现刷，就不用寻思。我先揣出两勺面粉来，一会儿就搁这里轱辘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也不戴手套了，戴手套还不好团了呢。我就给你们实验一个，宝贝们就得了。然后我就蒸，上次小伙伴告诉我了，团了完就这么摁，这不就出水分了吗？馅里的水分，然后你就可以再往上粘，这样的话就容易加固了。团了紧实了，团了3-4遍。宝贝们，我就要搁这个炒锅蒸了。哎，我这硅胶垫，哎，往里一坐，你看看大小是不是挺盖。我做了3个菜团子，就先做这些，够我这一顿吃的了。盖儿呢能盖一下，有点高呀，有点压它啊。我看我还有没有别的盖儿。哎呀，锅玻璃盖也高，那咋整呢？那只能搁它压着了。妈呀，这菜团子，宝贝们看不屏幕吗？菜饼吧，没有办法了，难为你了，大哥。就说明搁这里蒸还是有点高啊啊！我这团子，哎呀，那没有别的盖了，这还有啥盖啊？没有盖啊，扣个盆，给我整懵了，你说这可咋整？完了，哎呀，那水还上来了，水搁多了，不行啊，姜丝的。倒出去点水，我这丸子蒸的有点坎坷呀，还得搁蒸锅，是不是啊？完了搁屉上，那这锅只能这样了，你们说呢？换了一个锅，太难了，我这3个团子呀，啊！我这个屉是照我那个大蒸锅买的，我嫌那大蒸锅大，嫌它放里。哎呀，这太难了，团子对不起你了，忍一忍，忍一忍，一会儿我就给你吃肚子里了。从来没用过硅胶和面垫，暂时看是啥都不沾。和那个芦笋，你们有经验的咋做好吃的，可以告诉我，我晚上给大宝子做，他6点钟到家。